这里是东亚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岛国，七月末又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暑季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，人们都要赶着去吃一种炭烤食物。不到十天时间，有近亿人在全国各地排起长队。蒲烧鳗鱼在日本已经风靡300年，炭火和鳗鱼相遇，促成一个以食物为主题的狂欢。人们又迎来一年一度的鳗鱼节。同样是蒲烧，但每家料理店都有独门秘籍。在鳗鱼节期间，要享受一餐正宗鳗鱼饭，等候也成为不可缺少的滋味。米饭是最佳搭配，精米富含支链淀粉和芳香脂，爽滑清甜，粘性恰到好处，能让酱汁在米粒间渗透交融。烤鳗鱼表皮香脆，肉质软糯。鳗鱼内脏增添更为丰盈的口感和滋味。鱼肠、鱼鳔富含胶原，弹韧筋道；鳗胆微微清苦，鳗肝绵软幽香。以鳗肝为主料，加底汤调制成鳗肝汤，带有一种独特的烟熏味道。炸鳗骨只需一点盐调出咸鲜，焦香酥脆，没有任何部分会丢弃，一条鳗鱼的美味被发挥到极致。全世界一共有19种淡水鳗鱼，它们统称为鳗鲡。制作鳗鱼饭的传统食材是日本鳗鲡，它并非日本特产，在中国、韩国等亚洲国家也有分布。它们大多生活在西北太平洋沿岸连接内陆的江河水系中。为弥补自然供给不足，100年前人工养殖鳗鱼出现在日本沿海地区。到今天，日本每年鳗鱼需求量接近7万吨，人工养殖也在近30年间迅速扩展到周边国家。日本人口1.3亿，不足世界人口的2%，但每年消耗的鳗鱼数量超过全球年产量的70%。在这里，人们相信鳗鱼不仅能增强体力、抵御酷暑，对改善体质也不无影响。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が、藤原さん、二名さんと佐藤さん、じゃあご案内します。どうぞ。日本烤鳗传统技艺已经沿袭数百年。让各家风味不同的关键在于酱汁，老店的酱汁都要经过上百年调制，被视为看家绝技。不过烤鳗师川端纯夫却要把这个绝技传给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。张战争正在经历一个紧张时刻，他苦心熬制的酱汁要等待师傅川端纯夫的检验。3年前，张战争在日本岐阜辗转找到川端纯夫，要向他学习正宗关西烤鳗。刚开始我练习的连鳗鱼都抓不住，怎么抓都抓不住，练了大约3-4天吧才把它抓住。宰杀鳗鱼是入行基本功，
也是决定味道呈现的关键一步，必须动作利落，一刀平整对剖，不能弄断鱼骨，刺破鱼肝。年近七旬的川端十六岁开始学徒，大半生磨练，他成为家乡最有名的烤鳗师。串鳗要讲究定位精准，烤制时才能受热均匀，也确保外观品相。行内讲究杀鳗三年，串鳗八年，烤鳗则需要一生的专注。洗米看似简单，川端已琢磨了30年，让水流高速旋转，米粒碰撞摩擦，去掉表面容易氧化的糠粉层，米饭才会释放纯正稻香。结束学徒生涯之后，川端有了自己的烤鳗店，从此一直工作在炭火边。准确掌控温度和火候，全靠手中这把蒲扇。让鳗鱼表面稍微冷却，从内里逐渐烤熟。炭火烤干皮肉间的油脂，去除鱼腥，又要格外小心，不能烤焦。进入酱汁，鱼肉迅速冷却收缩，锁住酱汁和鲜味。再回到炭火上，要这样反复炸烤4次，直到鳗鱼呈现出金黄的颜色和光泽。炭火边，温度超过50摄氏度。每天工作近20小时，连续一个月，张展正没有离开过烤鳗店。我每天买1公斤到2公斤鳗鱼，我自己杀，我自己烤，我自己吃。每天最起码吃3到4条，早上吃，晚上吃，下班还吃。张展正回国之前，川端做出一个决定，把珍藏多年的镇店秘籍传授给这个中国徒弟。烤鳗骨深藏玄机，精确的火候控制是最终成味的关键。山泉水煮沸，放入烤鳗骨，一锅酱汁要连夜熬煮超过6个小时。川端的第一锅酱汁从师傅的老店继承下来，每天用多少就熬煮补充多少。除了加入酱油，还需要日复一日熬制的老汁镇底。两代师傅百年用心的酱汁传到张展征手中，他在杭州开启了第一家小店。这家深藏在城市角落的烤鳗店，很快成为年轻人经常光顾的地方。老师们看到客人吃的鳗鱼饭，说熬一些熬一些很好吃的，他们非常开心。10年前，川端纯夫就想在中国开一间烤鳗店，现在他的愿望被徒弟变成现实。
原本被时空阻隔的不同饮食源流，从未像今天这样快速相遇融合，而背后是源远流长的地域传统。鳗鱼进入中国人的食谱可以追溯到1000年前，在长江以南江河流域，鳗鱼也被称为白鳝，因为肉质紧实，味道丰腴鲜醇，一直被奉为宴席上的压轴主菜。珠江三角洲历来是鳗鱼生长的典型区域，烹调方式也更加丰富多彩。依托于发达的商贾和氏族传统，在珠三角腹地顺德，有一种鳗鱼料理极为繁复。鳗鱼切至骨断皮连，加入盐和酱油码味，油煎去腥，让表皮定型，锁住水分和鲜味。烧肉、蒜头过油提香，焖煮火候十分关键。鱼肉纤维组织受热收缩，骨肉刚好分离的瞬间，就要将整条鱼起出。这是一个重要时刻。仔细抽出鱼骨，再用火腿代替，顶骨鳝便由此得名。美味的秘密还在于蛛网油，小脂肪球连接成的结缔组织薄膜，被认为是最香醇的动物脂肪。烧肉、香菇让味道层次更加丰富，陈皮削腻也带来清新果香。每一道食材都将在高温中释放本味。30分钟焖蒸，猪味交融聚合，饱含岁月滋味的顶骨鳝，醇厚温润，意境悠长，曾在珠三角一带的富族人家广为盛行。而在市井里巷，鳗鱼作为食材又彰显出另一种性格。乌酱，中国岭南地区唯一的传统辣味酱料，鳗鱼段用乌酱腌制，料头爆香，米酒在高温下燃烧，食材被双层火焰包围，锅内温度超过200摄氏度，只需5分钟，鱼肉熟成，酒香渗入，鳗鱼口感紧致弹韧，香气浓烈。每当初冬刮起北风，岭南厨师制作另一道鳗鱼美味的时节到了。姜蒜、洋葱、西芹剁碎，加上盐、五香粉等混合香料，腌制30分钟，晾晒风干。只需1天时间，让表层脱水，而鱼肉仍保持适度鲜润。炭炉内积存着烧腊的香气，炭火让炉温升至150摄氏度，鱼肉中的糖类化合物和氨基酸在高温下发生褐变，为表皮染上金黄色。趁热淋上滚油，口感更加香脆。岭南人喜欢将烧猪烧肉蘸白糖食用，以蜂蜜代替白砂糖，是广式烧味吃法的延伸。
凭借丰饶的江河出产，珠三角区域鳗鱼食俗古老多样，流传至今。北回归线上，降雨丰沛，温度适宜，充足光照下的土塘更接近天然生长环境。优越的气候条件让这里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日本鳗人工养殖地。盛夏，养鳗场迎来又一个收获季。得天独厚的家乡物产，让一伙年轻人看到创业商机。这片闹市角落里，又增添了一盘小店。阿西原本在欧洲学习跨媒体设计，烹饪却是他的最大爱好。最初，小店引入了日本关东烤鳗的制作方法。烧烤前先经过蒸制，可以减少油脂，更符合当地人偏好清淡的口味。虽然店里每天只供应50份鳗鱼饭，却引来众多远近食客。但阿西并不想固守这种方法。伙伴们在不同国家完成学业，他们有更多视角来看待食物和烹调，而带来创意灵感的倒是熟悉的家乡食味。紫苏叶在这里随处可见，包裹用盐和胡椒腌制过的鳗鱼柳。这种植物叶子作为调料，在中国至少有1500年历史。高温下，紫苏泉释放出植物馨香。另一种做法更加入乡随俗，青梅制成梅子酱，用来代替烤鳗酱汁，果酸去腥，又能软化肉质纤维，令鱼肉更加嫩滑。焦香之外，还多了一层酸酸甜甜的果味。在食用醋流行之前，梅子就是长江以南人们获取酸味的主要来源。美味的流变永不停歇。成都身居内陆的巴蜀腹地，深厚美食源流也像这座城市一样，不断吸纳着更新元素。2号做的麻婆豆腐300元。豆瓣炒香做成底汤，鳗鱼入锅20分钟焖炖。川菜经典麻婆豆腐与鳗鱼相遇，豆腐软滑嫩烫，鳗鱼丰润香浓，本土源流与外来食材巧妙契合，凸显川菜的包容。水煮也迎来新宠，多种川味调料爆出层次丰富的热辣欢麻。
承托住火爆川香的，正是鳗鱼提供的鲜醇底味。中国西南另一重镇重庆，鳗鱼在人们的饮食中并不常见，却成为一位年轻人追求全新生活方式的一种尝试。彭家在英国留学生活八年，拿到艺术和哲学双博士学位后，回到家乡重庆一所高校担任硕士生导师。艺术创作经历加上多年留学生活，彭家的自我规划缜密苛刻，又带有实验意味。我整个生活方式和我吃的就是紧密联系，自己比较相信一句话，就是 What you eat is who you are。 像对待功课一样查阅资料，比较数据之后，一种食材出现在彭家面前。因为健身我需要减脂增肌，鳗鱼这个食材里边它就提供一种很特别的蛋白质，还有就是它的那个磷脂，对提供人体的那个棕色脂肪特别好。眼下，他给自己制定了新的健身食谱。为了平衡营养摄入，他还尝试加入多种食材搭配。放点鲜参。彭家留学期间，在一位意大利好友家吃到过锡纸焗鳗鱼，这也成为他学会的第一道拿手菜。本来不善烹饪，但每次朋友聚会，凭借这道美食，彭家都能收获无数点赞。菜既非西也非东，它不仅带来的是这个食物的美味，而且也是那一段时光。漫长岁月中，人们与鳗鱼并行相伴，迥异的烹调方式如同方言一样，标定着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。今天，人们的活动空间前所未有的拓展，鳗鱼不仅衍生出全新食味，也在更大范围内牵连起人们的生活。鳗鱼在淡水河川生息，却在海洋中孵化。获取它们并不容易，在所有养殖鱼类中，只有鳗鱼要完全依赖捕捞野生鱼苗。每一条河鳗都来自遥远的大洋深处。